去諗清楚明白，第六及賽事一嘅變化係南大方方、女大方嘅男方同意，對賽西方為正方，三邊方都男生贊成。而我方將從個人、家庭和社會三方面去正立議題。第一，個人收入學歷提升，失去經濟保障需要。古代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無婚姻自由，時至六七十年代雖然在晚婚下嫁，但女性收入仍然微薄，因此需要結婚取得男性經濟保障。然而，當代女性收入學歷都節節上升。根據統計署，本港女性月入中位數由2002年8000元大幅提升到2022年18000元，月入超過3萬元的女性比例更高達21%，學歷但專上教育或以上程度的女性亦多達33%，比20年前多一倍。收入和學歷提升令更多女性經濟獨立，無需以結婚尋求男性保障，反而希望拼搏事業或追求其他理想，選擇遲婚甚至不婚。同時，女性自身條件提升，尋找另一半亦不再委屈將就，但匹配的情侶可遇不可求，找不到的亦可以憑實力單身，因此過去必須結婚去尋求保障的需要經已不復存在。第二，退休保障完善，養兒防老不再必須。據社會並沒有成熟退休保障，甚少人會規劃退休，因此需要養兒防老。
但時而世亦強積金令現代人及早規劃退休，難怪永明金融19年調查發現，現今近七成年輕父母都有強積金、固定退休收入、儲蓄等理財產品，財務上較自由，養兒防老的需要因此大減。同時現金育兒成本高昂，養育子女到成年的支出高達600萬，假如子女成年之後無法經濟獨立，更需要父母繼續扶養，養兒防老變成養兒啃老，可見養兒防老放諸當下應不切實際。第三，科技日新月異，社會人力需求大減。無論古代的農業社會或者六七十年代香港製造業起飛，都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因此渴望結婚生育有其社會需要。但今非昔比，現代企業自動化、數碼化經已省卻大量人手，而當下興起的人工智能更會進一步壓縮勞動力需求。投資銀行高盛今年三月的報告指出，全球高達3億工作職位將會被人工智能取代，法律、建築工程、商業金融等專業近半工作量可以由人工智能完成。香港更是最受影響地區，近30%職位可能因此消失，可見未來人力大減，過往需要結婚來增長人口，從而支撐經濟的需要已經大不如前。最後想問有方，如果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合時宜，那不結婚是不是就等於不負責任呢？多謝大家。真的不着急，你要随便几个准备我看看行不行。制定時仍然以家庭作為主體，
通知完事。第一位可簽署通知書的是配偶，其次是其他血親。回到香港，在稅制之下，已婚、生育子女、供養長輩可以獲得稅務寬免。輪候公屋的時候，單身申請往往會比家庭申請需要更長的時間。政府以種種制度營造，推動有利建立婚姻及家庭價值的風氣。情侶結婚後將獲法律認證，擁有法律保障，又有各種福利，可見華人社會種種制度賦予婚姻價值，促成家庭觀念，社會因而產生當婚當嫁觀念。在這種制度氛圍下，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自然廣為人所接受。多謝各位。好，主持發言時間為4分3秒，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面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算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指出，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每次一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身份有冇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號時，特別留意填寫次序，並係反方開始。第一格依發言時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係發問分數。好，依家請正方自由派出嘅辯員嘅公辯。正方公辯開始，你有2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問嘅時序。想求方隨住科技進步同人工智能嘅誕生，未來對勞動力嘅需求下降，你同唔同意？同意，所以只有勞工密集式嘅產業先會有勞動力多嘅優勢。一啲產業係咪最快會被自動化機器所取代？係啦，有冇答唔出啊？所以見到依家高盛銀行話全球多達3億嘅工作都會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你點樣解釋呢？係啦，所以有冇都答唔出嘅時候解釋唔到，所以一見到涉及會計嘅基本審核同稅務工作逐步都由人工智能接手，你知唔知依家發生緊咧？結婚唔一定係為生仔有冇話結婚唔一定係為生仔？但係主編同我講話結婚咧就為生仔就可以鼓勵生育嘅時候，咁你見到所以有冇你知唔知依家發生緊呢啲事？如果唔答，所以其實都見到依家係發生緊嘅。但係如果你即刻生仔嘅話，你最快都要15年後，你先至可以幫到你所講嘅勞動力短缺。你覺得15年後人工智能所取代嘅工種係越多定越少呢？好啦，所以未來嘅經濟唔再係比拼勞動力嘅時候，比拼嘅係科技優勢。想問科技優勢同勞動力有咩關係呢？好，有冇唔知道，所以咧見到政協副主任黃培安話，未來中國唔再需要依賴廉價勞工力，要轉型到人工智能，你點解釋啊？係，所以結論咧就係結婚唔一定要生仔，就算生仔咧，未來缺乏嘅勞動力都冇有方講到咁大，所以我哋睇下定義咧，有冇話不合時宜？多謝大家。追求嘢，同樣地，今日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仲仍然喺社會係有人追求，所以有班同學今日要追
據可以見到，喺未來不分前分中成為社會嘅主流，以至南大多數嘅當屆已經係同社會嘅趨勢不符，俾人摒棄啦。大家其實都答唔到，所以其實有方今日係講唔出任何論據去論證，去南大當分嘅當屆已經同社會發展係脱節啦，同社會呢個係不符啦。所以其實有方都係今日純粹係混淆視聽，將社會呢個現況咧出現少少現況無限放大，跟住當成係呢個社會嘅主流現況。咁有方又想問你啦，你認為現同時宜有咩分別咧？有方講咗咁多次，想問有方同你認為現同時宜有咩分別咧？即是代表著是你需要，即是你有責任在這裡去做那樣東西。那你覺得它有沒有分別呢？有。有方同學你都說話有分別了，其實今天有方同學呢，其實你已經是 不了解這個辯題的用意，時和宜不同的在於宜是純粹是探討這件事情的觀念還適不適合去用時宜。而家公園環節結束，留到細光第一部分仲有三分鐘時間，準備我聽日嘅時事。上位大家好，今日有方話結婚係潮流，所以就合時宜啦。但好多人都會衝紅燈，咁佢呢個潮流係合時宜咧？所以咧，今日有方咧忽視咗話當然，即係結婚係責任啦。但為何不結婚呢？就是不負責任，即是論證將結婚當是責任，就是要看，而合時宜就是看有沒有需要，到底結婚還是否必需品？有方沒說過現在這個時代下還有沒有需要，我方說現在勞而需歸納工業，問你是否現在是否可以立刻投入市場呢？不是，未來勞動力的優勢是否這麼大呢？不是，有方的，即是有方因為一個嘅勞動力需求講唔到啊！過去用勞動力、用人口紅利取勝嘅邏輯，喺現今乃至未來社會，係咪仲係金科玉律咧？美國經濟協會報告指出，機械人同人工智能足以抵消咗勞動人口減少嘅負面影響。喺未來勞動力下跌大趨勢下，人工智能出現咧，而高盛報銀行報告指出，全球經濟每年平均會增長7%。如果勞動力在未來這麼重要，那為什麼經濟會增長不是減退？即是現在和未來經濟不一定要好像以前那樣一定要依靠勞動力才發展到，即是有科技取代，即是結婚生仔也都不再是必須。有方呢說到婚姻很有價值，所以人們會跟著潮流繼續結婚。即有方呢假設結婚呢是會有價值，會開心過單身，但美國加州大學心理學家 Baylor E. Polo 2021年的報告指出，所有年齡和收入組別呢，不論無論未婚、已婚和失婚，覺得單身是幸福過結婚的時候，會因為婚姻而令個人的社交圈子和生活變得無趣。而將一部研究發現，保持單身和離婚比結婚的心理健康更加好，難怪香港的離婚率由2013年35%升至2016年的60%。如果結婚一定好過不結婚的話，因為越來越多人寧願單身都要離婚，因為結婚不是有方想像到那麼美好，會有婆媳糾紛、育兒問題、家務分工等等的問題出現。國際醫學期刊 DNC Women Health 全球數據說，結婚後因為家務問題令已婚患上抑鬱症是未婚的1.3倍，所以有方呢今天呢是沒有跟我們確立過需要的。而呢有方呢一方面說不會逼人結婚是只是時代的趨勢，但兩方面呢覺得他不結婚是不負責任。那到底在你眼中後生仔不結婚有沒有錯呢？所以我方不是說想要每個人都不結婚，又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想不想結婚。過去女生一定要結婚才有經濟保障，但現在女性經濟獨立，想發展事業，想開公司，繼續讀碩士、博士，想做義工，有自己理想的生活，有得選擇結不結婚，因為他們不配有選擇權，會選什麼路的路呢？多謝各位。大家
社會仍然係多人追求啦，呢個電影主流思想啦，喺主流嚟到優酷嘅位置，其實唔難發現有分同有兩大誤解。第一，對社會觀念嘅誤解，有分同學話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不合時宜，但有分同證明到環社會喺適當年齡成婚嘅觀念啦，其實唔難發現啦。有分同學唔明白華人社會家庭觀念嘅重要性啦，有分同學用西方嘅思想去論證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不合乎西方嘅個人主義同埋自由意志，但有分論現實對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喺華人社會中嘅家庭價值擲置不提。回到回歸理性，男仔應該結男女咧應該結婚組織家庭。對於適婚，對於適齡結婚趨之若鶩，正正就係華人家庭觀念大地影響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今日仍然係華人社會根深蒂固，西方社會唔存在適婚嘅觀念，世大世世界中意幾時結婚就結婚，唔結都冇所謂。但睇翻華人社會，無論中日韓定係香港，適齡但又未結婚嘅人係會被人稱為剩男剩女呢啲負面標籤。正正就係見到華人社會嘅位無法組織家庭，亦無法男大當婚。無法到對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有一定嘅追求，可見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並非不合時宜。第二，社會環境嘅誤解，其實有分同學今日充其量只係論證到社會開始有不同於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嘅觀念出現，就只係論證社會現象正立辯題，而忽略咗社會嘅全局，未免過於片面。而我方見到華人社會嘅制度下，除咗營造有利婚姻嘅環境，仲更加鞏固咗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嘅觀念，制度促成觀念，制度亦會助長觀念。就似華人社會嘅學校，校規大多數都講得唔準染頭髮，染頭髮就標記立意。但係西方社會，但係西方學校冇規定可唔可以染頭髮，所以染頭髮係尋常不過。今當今日華人社會制度都係偏重家庭嘅時候，已婚人士又唔順眼，居屋優先揀樓，種種嘅制度優先權啦，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嘅觀念更加為鞏固啦。回到基本，其實咩叫不合時宜咧？其實唔難理解啦。在座各位女性應該相夫教子，女性唔應該讀書，呢啲觀念係不合時宜，但相信大家都唔會反對啦。因為呢啲觀念已經冇人再追求啦。但講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呢個觀念，仍然係社會嘅主流追求啦。關注青年住屋聯席嘅調查顯示啦，60%嘅未婚受訪者啦，當中又有20至29歲處於適婚年齡嘅受訪者，最多嘅時候，陳友芳同學正面回答，舉出數據，論證適婚嘅一代已經摒棄咗適婚，已經摒棄咗婚姻呢個價值，已經係成為主流。多謝各位。咁我第一部分發言時間為2:58，跟住係整方第二部分。有3分鐘時間，請有請問嘅同事。各位大家好，嚟到二副位置，原來雙方都對定義不清不楚，先是當字，今日的當字是講緊理所當然，不是有方話他哋想結婚就結婚，可以選擇不結婚都冇所謂，因為講緊嘅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佢一定要結婚咯。所以今日有方需要論證點解佢哋一定要結婚，唔結婚就代表冇履行佢嘅責任咧。所以今日有方需要再睇第二個字眼啦，就係不合時宜。有方話有方公辯嘅時候話追求瘦為美咧就係主流啦，咁肥都可以好靚嘅喎，咁係咪所有人肥就唔靚？肥就代表佢唔負責任，係咪代表佢哋冇需要咧？係啦，即係我唔可以肥咧。所以今日打個比喻啦，因為見到人孝順父母，即係論證咗供養父母係一個潮流。但如果人應當孝順父母，就係講緊人有責任去供養父母。所以我方今日從來唔係反對緊唔結婚啊，而係反對緊將結婚視為一種責任啊。有方又提到啦，適婚年齡嘅觀念咧，仲係合時宜。咁反問有方啦，我40歲先想結婚嘅時候，又係咪唔負責任咧？所以今日見到觀念，有方話觀念冇人追求咧，係咪等唔等於冇需要咧？所以咧，今日見到啲定義有方都混淆不清嘅時候，我哋一睇下依家乃至未來社會到底需要啲乜嘢啦。所以見到有方，所以今日我哋宏觀嚟睇先，有方同我講話咧，政府迎合一個好有利婚姻嘅環境咧，就代表佢哋一定要結婚啦。但政府鼓勵結婚。
唔代表佢一定要結婚噶嘛。政府唔會因為佢哋唔結婚咧而被冠而將佢哋冠上唔負責任嘅頭銜。所以點解如果係鼓勵嘅話，咁點解政府唔強制曬所有人都要結婚呢？所以見到原來其實結婚咧唔係有方講到咁美滿嘅喎，所以見到結婚之後咧，可能都會出現一啲婆媳糾紛啊、家暴問題嘅出現，呢啲極端嘅例子都出現嘅時候，影響嘅更大就係下一代嘅問題啊嘛。因為見到康智敏心理治療學家嘅研究顯示咧，原來結咗婚之後，香港嘅離婚率有成六成啦。離婚之後咧，對子女嘅影響咧，就可能令到佢哋唔願意再同人交流啊，令到佢哋缺乏信心，對身邊嘅人都冇曬安全感嘅時候，呢啲咪就係最大嘅影響咯。所以結咗婚可以開心都可以唔開心啊，係因人而異。結婚並唔係必需品啊，因為講緊嘅係合唔合適，定係你覺得結婚係全部人都需要實行咧？唔係啊，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揀佢自己結婚嘅選擇咯，唔能夠限制佢嘅人生得呢個結婚可能性啊嘛。我方唔係話結婚唔重要，但係唔係即係今日我方唔係話生仔唔重要啦，但係生仔嘅經濟需要冇咁大嘅時候，佢哋可以揀生定唔生嘅時候，唔係因為經濟而唔生而生咯。多謝大家。辯題都講明咗係不合時啦，但係有方同學一直就論證緊嘅係不合宜，仲講到佢未來。但係請我哋睇翻不合時，講緊係當下主流人嘅選擇。作為正方，有方同學今日嘅論證站係要清楚舉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嘅社會已經唔為主流追求。有方同學就講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阻礙個人選擇，係佢哋。辯題會逼他們在某一個適婚年齡就要去結婚，但其實我們看到的是男女當婚女女當嫁並不會阻礙他們個人選擇。有問同學今天的論證站是大家是否認同在環社會個人的追求仍然是到適婚年齡去就去結婚。我們看到的是資料顯示大部分有超過半成的人到了適婚年齡就選擇去結婚，剩下未結婚的人有六成是有意願結婚的時候，證明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個觀念在社會上仍然是主流思想。而今天正方要論證不合時宜，一樣東西在不合時宜的背後，不合時宜就代表是沒人再追求，在社會上已經被人摒棄。而正方要論證的是要論證社會不合時宜對社會發展影響有多大。我們看到的是對社會發展沒有影響的時候，對個人意義能難言對錯。現今社會又開始接納不婚或者40歲之後才結婚的時候，並不代表社會趨勢。社會趨勢並不代表現在主流的思想。我們看到的是社會上仍然有大部分人去追求一件事的時候，它就代表是一個主流思想。已經說明是有方同學所講的晚婚和遲婚已經講明是趨勢，即是不是主流價值。當我方見到的是今天在環社會仍有超過五成人選擇到了合適年齡結婚的時候，仍然抱持這個觀念，並不是全部人反對又並不是被社會摒棄的時候，請有方同學論證這個觀念究竟怎樣令人選擇失去選擇自由和危害社會呢？多謝各位。雙方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畢，每人會宣布有一方的發言時間。當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係好環節發言。而好環節結束時，有人士發現有辯員同你發言，或即場提出
實實嘅話就屬意願嗰一方，就會俾評判扣長遠分。咁我想問個問題。如果冇自由競爭問題，一開始你成功快出我嘅建議，點辦？想問有方同學，而家人工智能同自動化越嚟越普遍，以後勞動力仲使唔使咁多啊？梗係唔需要啊！我雖然啱啱都知道咧，人工智能、數碼化等等咧，越嚟越普遍，會取代咗大量嘅人手，取代咗大量嘅勞動力。所以咧，有方論證唔到點解未來咧仲咁需要咁龐大嘅勞動力。咁反問你啦，你今日講話咧離咗婚，今日離婚率咁高嘅時候，點樣論證佢婚姻生活幸福？表現到人冇諗清楚選擇就係選擇婚姻，而我哋依家見到嘅係社會主流仍然係向呢個趨勢嘅時代，方同學要點樣論證呢條辯論嗰個事嘅？所以有方解釋唔到離婚率高，有方話咧結婚係趨勢，但啲人會繼續離婚嘅。中國國家統計話，2020年每5個人就有1個人後悔結婚。如果結婚咁好，咁點解佢哋會後悔咧？所以結婚嘅好壞咧，其實都係因
嚟噶嘛，你想結咪結咯。係啦，所以咧結婚可以開心，但係都可以唔開心啊。咁你一個人崇尚單身主義嘅人，覺得結婚唔一定開心嘅時候，係咪不負責任咧？多謝大家。請觀演用盡其發言時間，請停止發言。反方咧就剩餘1分15秒，我自由派出議員發言。最多請我嘅成之意。大家同學今日咧充其量咧都只係一直喺度鬧正男大高分佢嘅當格，點解為之係不合時宜咧？就係佢不宜啊！佢咧就係話啦，呢件事情咧啲人咧嚇結咗婚咧會抑鬱症啊，會唔開心啊，對大家呢個社會咧需要嘅幫助啊，所以呢句説話咧唔啱，唔需要咁就不合時宜啊。但我哋見到嘅係而家其實普羅大眾啦，呢個社會啦，香港啦。普羅大眾嘅初婚嘅年齡其實都會係於30上下呢個適婚年齡度結婚，佢哋嘅行動取態係話佢哋認同呢個説法噶嘛，佢哋大眾主流方向都係話呢件事係啱啊嘛。而有方我哋今日見到咧，其實咧而家純粹係要衡量某件事情，有啲觀念咧係合唔合適用，我明白啊。但時而真係衡量某件事或者觀念喺社會仲係一個主流嘅追求同埋選擇，今日有方純粹咧就係論證緊呢個不義咯。但絕對唔係論證緊係不合時宜喎，呢個係有關你哋今日身為正方嘅論證責任，你哋都做唔到嘅時候，又點樣同我哋講話南大當局嘅當家係不合時宜咧？有方今日咧就喺度同我哋舉話咧，人工智能啦會取代而家呢啲勞動力啦，婚姻咧結婚咧就係為咗人口啦，係啦，呢啲有方同學都係自説其話啦，而我方從來都冇講過。多謝各位。呢邊位置其實合時宜，睇翻合時宜嘅定義，絕對唔係探討緊需要與否，係探討緊是否合乎社會嘅現象，係大多數人嘅行動上嘅取態。部分就出現現象，但唔代表係主流。有方從頭到尾都未具到有用嘅論據去論證到不合時宜係主流觀念，論證唔到不分晚婚係未來嘅主流。潮流趨勢可以出現，但今日要討論嘅係現時嘅事宜，勸喻有方都係貼地咁思考現況。觀念從來都係追求恰到好處，而我方就話啦，喺現時現代社會，男女當婚嘅當格，封建社會嘅逼迫已經係蜕變消失，唔結婚唔會觸你大國成親，個人自由唔會被呢啲觀念剝削。講到尾就只係一個個人選擇，我方就明白有方同學嘅邏輯，點解社會裏邊可以有一種觀念，點解社會唔可以有人追求自由，同時有人想30歲嗰陣時結婚，追求家庭生活，兩種觀念點解就唔可以同時？多元觀念和而不同有何不可？大家當家不合時宜，從何說起？
縱觀全球咁嘅雙方分歧，在於第一潮流同主流嘅分歧。其實有分立場好簡單，就係趨勢裡面一切。但凡出現同反對主流嘅思想咧，咁就可以否定社會大眾主流嘅取向。或者現實主流係社會而家嘅情況，大多數人行動上嘅取態。但有方論證，如果趨勢係未來，一定係主流。我哋見到趨勢只出現嘅趨勢只係出現嘅一種潮流，唔代表係現時嘅社會主流思想。未來如何？但而家不分遲分到真係未係主流，咁有方可以認清事實。第三，時宜定義分歧。有方就話趨勢出現就為之不合時宜。我方再次重申，社會不需要就並非話係不合時宜。要論證時宜，就係話呢句説話能夠反映社會嘅主流現況。有一次以潛足為例，清朝時期嘅人覺得潛足好正確，好引以為傲，自己嘅三寸金蓮。社會大多數人嘅取態對當時而言好合時宜，而有方要正立辯解，必須要論證呢句説話係社會大多數人不再追求嘅事情。顯而易見，除非今日我哋嘅辯題係男大當中女大當家是對與否，否則有方並無盡到佢哋正方嘅論證責任。有方今日就話人工智能出現就唔需要結婚，但方從頭到尾都冇講過現時結婚係為人口而結，有方一直係自説自話曲解現社會嘅人。曲解現今社會嘅人嘅主流選擇，我方主辯講過，社會大多數嘅人嘅初婚年齡咧，會係現時嘅適婚年齡。有方一直講話人工智能如何取代呢個勞動力，如何可以令到呢個人口咧冇咁需要，話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就社會不再需要啦。但睇翻我哋合時宜，係話要反映社會主流行動嘅選擇。請有方唔好再自説自話。咁其實今日咧，從頭到尾咧，都係拋棄咗佢哋正方嘅論證責任咧，就話呢、這個。就都冇話呢個社會咧，就係摒棄咗呢個思想，就話唔需要，所以咧，我哋就呢句説話就不合時宜啦。在各位比賽嚟呢度，男嘅當分，女嘅當日，正確與否，喺大家心中都有自己度量衡同埋主觀睇法。有冇咁嘅曲解辯題話呢個説話社會唔需要，所以咧就不合時宜喎？係冷靜思考，歸根結底呢個説話本身都難判對錯。追求自由，覺得呢個束縛；追求家庭，覺得呢個目標係幸福。各人有各人見解，因為現今嘅辯題。對錯與否，所以不論對錯，能夠反映現時社會大眾主流現況就係合時宜，故今日辯題不成立。多謝各位。男方意見發言時間為3分35秒，之後由正方主意見總結為4分鐘時間，今日請問嘅是時宜。
有一啲人咧，佢要生仔，要冬至齊人啊嘛。但係你都自己公面出嚟同大家講啊，結婚根本就唔包生仔啊。咁你個論點係咪就不攻自破啦？所以咧，講個時代需要啲咩，只要細心去觀察我哋身邊嘅人同事，就可以得出答案。以前嘅小朋友睇白雪公主食咗蘋果之後等王子嚟救你，但而家佢睇緊嘅係冰雪奇緣，係愛沙女王。雖然咧佢冇另外一半，但創立咗自己嘅冰雪王國，都有美滿嘅人生。所以見到咧呢個時代嘅女性，唔再好似以前咁柔弱，要揾男人去保障。見到佢係今非昔比，愛情咧唔再係必需品，即係甜美劑，可能令你嘅生活甜一點，不過都有可能更加苦啊嘛。睇完咧身邊嘅人同事，再放大觀察成個歷史發展脈絡。以前冇科技嘅時代，嗰啲係成100年個社會都會一成不變啊。但自從有咗科技之後咧，單單10年20年，個社會咧就已經發生咗爆炸式嘅轉變。以前咧講緊係工業革命，而家咧係科技革命。以前咧係人口紅利，而家咧係人腦紅利啦。最好嘅體驗咧就係人工智能，因為咧大家都估唔到人工智能嘅發展速度。以前咧我哋睇人工智能盤面，以為係科幻片，但而家睇翻原來係紀錄片。自從我哋有咗科技踏入21世紀之後，無論係社會嘅結構、經濟生產嘅模式，乃至係一啲個人嘅價值觀，都始料未及咁出現。好多我哋以為唔會存在嘅，而家都存在緊。所以今日咧有方咧，淨係論證。論證合時宜，但係咧用翻成個論證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係不合宜。就係簡單嚟講咧，就係因為咧而家咧佢就要我哋論證實所有人都要結婚啊嘛。但問題就嚟啦，佢忽略咗社會係由唔同人組成，唔同人都有自己唔同嘅見解嘅時候，點解有方就要偏偏要佢哋去結婚去離婚嘅制度咧？更何況，所以更何況咧詩人甚至蘭提斯都講過，別妄想世界永恆不變。一個時代講嘅係科技主導，我哋就應該與時並進啊嘛！多謝各位。